昨天呢，就卫福部受邀来到立法院，针对虐童案的检讨来做报告。只不过呢，在前一天就爆发了蓝绿的肢体冲突，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跟民进党立委吴思瑶两个人呢是爆发了肢体上的冲突。那么由于这个吴思瑶当时是站在质询台上，那么国民党希望能够质询，也因此陈玉珍是把他给松抱，希望他能够移开质询台。没想到就是这个画面引发了后续更多的纷争。 那么现在吴思瑶就喊了这样滥用暴力，让他觉得很不舒服，头也很晕。但是今天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就反击了，说有人很 gay 森，一起来听看陈玉珍怎么说。有人喜欢扮演这个宫廷剧里头的那个，我昨天说那个知否绿肥红瘦那个林巧良啊、哦，那个有人喜欢这样很假仙哦，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哈、哦。但是我只要讲一句话，如果那个吴思瑶委员这么。 不堪哈、哦，站在那边这个哈、哦，第一个他想说，为什么没有其他的民进党委员来声援他？因为大家都觉得让卫福部部长报告是何等重要大事，你不应该站主席台。蓄意的行为，这是暴力的行为。那当他行使了暴力之后，居然还当下自演，就自己演起来了，自己说啊，吴思瑶你好假啊，你去演8点档，我从头到尾还在疼痛当中。 我没有应他半句话，我只有说，你不可以这样，停止暴力 ，Don't touch me。所以是谁在演？可以看到虐童案的证据攻防，现在俨然成了蓝绿的对决对骂。而不过，我们要带你来看到今天在立法院的另外一个焦点，无疑就是今天又是总质询的日子了。因为上周五呢发生过了这一个议事的问题，让蓝绿吵翻天。所以今天呢，有很多的立委一大早就先来准备。我们先带你来看看目前质询的最新状况。 这个民进党立委陈秀宝呢，他们现在正在质询的是教育文化组的个人总质询。那么其实陈秀宝今天是11点钟的时候，他才要来质询。不过他一大早不到9点就来到议场做准备。有人就说是不是担心呢？因为像上次礼拜5的事情重演，但他是笑说，既然自己有时间，那就早一点到，把问题给准备好，才能有最好的表现。以上是国会风云的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